叶呀，我呢，就直接开讲吧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跟你分手的。难搞啊！我等了你大半年了，你就跟我说这？我在外面有搞城乡生意的事，也赚了不少钱。但是我跟你俩的感情啊，我已经看透了，你真的配不上我。我呢，先走了，祝你幸福。啷个啦，爷爷，你在哭什么啊？不要不要，他说他赚到钱了，他不要我了，他来跟我分手呢。真是个渣男！我看了哈你，这个男的啊，他一有钱了他就变坏耶。看你跟他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他说分手就分手，真不叫个人。你不要伤心的，他跟你俩分手啊，是他的损失。老婆，我中奖了！顺瓜中奖啦！你，叶叶，你先搓哈，我屋里有事，你不是太难过的，先走的啊。老公，中了好多钱，10000块？不是的。100万啦？不是的。1000万？不是的，没了你多1000块。1000块钱嘛，搞得合适人呐。不是，老婆啊，你想哈啦，看我从小到大呀，咋这么大日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？这好不容易中1000块钱，是我积起了这么多年的运气，一次性补的我的。老婆，我觉得呢，今天要庆祝一下。哎呀，老婆，今天呢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要不我们分了吧？嗯，你说什么啊？我们分了。我就说呀，你们男的哈，就是一有钱就变坏呀。你居然为了这1000块钱，你就要给我分了，我真是花了眼睛。不，老婆，我说的那个分量不是你说的那个分。我管你哪个分？俗话说得好，男人靠得住啊，母猪算数。我不分了，可不可以呢？是不是不分了？不分了。彩票了。得奖去的。你说你叫个款式啊？瓜，屋里有什么喜事吧？你买整盒人泡嘎在门口，那我再给你换一个，庆祝一下好吧？屋里好长时间没热了，再来，再换一个。